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I 法人频道，我是主持人吴明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58年拍摄的越剧电影《秦探》，由傅全香、陆锦花主演。该片是越剧传统剧目，出自《焚香记》，是上海越剧院保留剧目，傅全香的代表作之一。江南电影制片厂拍摄录制，主要剧情是落地举人王奎和名妓角桂英相遇，结为夫妻。王奎赴京赶考，中得状元以后忘恩负义，桂英接到休书后到海神殿哭诉王奎的罪状，后来自杀而亡。如果喜欢我的作品就点赞关注，还有更多的经典电影修复中。好，请看《秦探》第一期。Thank you.
你神灵，快来随吧。谁来了？谁来啊？姐妹啊，辫子给熬好了没有？熬好了。啊，媳妇们没有过来，到得早了，岂不要凉了啊？咱不早些到好，岂不要烫了你肌肤吗？凉了，岂不要病歪肌肤吗？这丫头，凉了么这你呀？嗯，姐姐真想得最到，可是怎么从不见肌肤也这样体贴姐姐呢？你媳妇把心思都用到书本上去了，她哪有功夫想你姐姐的事啊？姐姐你呀、啊，完啦完啦，娘做事，快你这个书呆子，刚才叫你恩人，怎么一下你就忘了？娘子稍待。小生来了，王君亲走两年以上，抵得过苏姬子，自古鸳鸯，唐大哥唐君臣，功名欲望，应不得回心一片心肠。快去走吧，凉了去下去不好。多谢娘子。你在做什么？做针织。让我看看。凉了，快去吧。不给我看，我就不去。是一双棉麻子。我谁做的？你想，我还会替别人做麻子吗？你替我做了许多麻子，又做它何用啊？你深夜用功，两腿受了恩气。需要棉麻舞台才好呢，娘子如此体贴，小生没此难吧？不要这样子。九妹，啊，你等一等。也有深秋，娘子，我在你家已有两年了，娘子对我的恩情是有顶当独当，待等来年上京应试，值得高祖定见娘子进京同享荣华富贵。王郎，你至今这样执意用功，这为的是荣华富贵吗？是啊，常言道得好，十年长下无人闻，一举成名天下知。一旦中了上月，我就什么都有了。这晚为王王啊！哟吧。王郎抬高飞，无畏比
老丢尊严，唐杂子下的鬼死不为人，唐杂子下的鬼你所谓来去叫鬼去睡吧，就与娘子。黑人庙右边有一位张大夫，一到日本告密，您在你就去看一看嘛。多谢娘子。名字的字难。只有一个成了，你看他两年来为了一个王魁得罪了多少客人，他好容易接下来的一点东西也为王魁画完了，他呀谁是想当长元夫人，四妹真是个锦州，什么锦州，他真是欠了王魁的。好啊，你们又在这里别骂我了啊！哎呦，长元夫人来了，胡说些什么呀？哎，不是我们胡说，是你呀、啊，贵人多忘事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你都忘了。哎呀，我们等到三更天，你也不来，真的忘记了。你们提醒我，我岂不就是了吗？哎呀，怎么能让长元夫人娶你？当然我们来了。你这丫头，不是你吗？姊妹，好了好了。哎，你个妖精，别把小姐子吓来了。哎呀，你看，这到哪里去了？这是师妹的母亲留下来的衣服，要快找找吧。好了好了，不用找了。你们看，在这里。哎呀，你的这个都送去王魁了。哎，当心惹王魁变心，把他送去别人。王魁不过少了几个人，你们为什么这样看不起他？好好好，当年他们与你不受监牢。嗯，只要我拿好心待人，人总会拿好心待我的。四妹，你不要多心，我们娃也是难听，可都是好意。我们十姐妹是从结拜以来只剩下了三个人，彼此还能不关心吗？相当是多么热闹，现在就这么冷清，你又在地府玩子了，不答应我们见面，家中怎么能不怨你哦？一点的事怎不忍的大美君，为家先
前去看地步，暖一哭为四妹，你同小姐讲什么啊？没有说什么。怎么一会儿你就不放心了？不是的，我怕他退人。退人不放子，这要信你不就行了吗？谁的真想你真的。嗯，这你就放心了吧。啊，我去看一看谁来啊。人家不理我们，我们走吧。姐姐姐姐，人家要走了。亲一点，你几乎刚才让你。好好好，那我们走了。不送你们了。你呀，还心思送我们。姐姐，你不行了。啊？在这里休息一会，待老奴些去陪呢。忘了，娘子外有意。忘了，来此一是黑人庙，想念我几位夫妇是黑人爷做的美证。我不你我一同进去，向人爹明歌思女。娘子说的也是。与王奎及为夫妇子女在手间了，生死祸福永不变心，但为此呀，常人苦恨。小生王奎与桂英结成夫妇，立志不编辑再去，但为此呀，用谁刀上忘了天中了。岳父刘金娘子离异年份，小生岂为丢脸。
马一杯哈。来郎君我老七分忘了上路吧，老管家，请你一路自当，好好侍候少爷。老奴遵命。少夫人，你对我们淄博的大恩大德，老奴永不忘记。娘子，我要走了。王郎一路小心。为妻在家待儿家育，娘子在家也要保重了。家也要小心呀。回去吧。